不是你们不上班在这干啥呢？这么帅，现在怎么又变帅了？啊，我就是剪了个头，特别干净。啊，是吗？你身上好香啊！啊，洗衣液。我先上楼了啊。哎，你干什么？好，谢谢。你怎么不上楼，在这儿坐着呀？身上弄的什么呀？都脏了。啊，谢谢啊。哎，你俩没事？咖啡吗？啊，我已经买茶了。头发是什么呀？晚上有空吗？一起吃个饭。啊，今晚呀，不一定，我有可能加班。那下班我就问你。等一下。你今天挺帅的。我就是剪了个头发。剪干净。啊。剪的还挺好的。啊，随便剪的。晚上有空吗？一起吃个饭。啊，不一定，可能得加班。那明天呢？明天应该可以。行，那明天一起吃个饭。啊。你吃饭了吗？我多点了一份。哦，没吃。啊，那正好，我特意给你点的。行，谢谢啊。哎，你这衣服是不是蹭脏了？那个有点擦不掉了。你脱了，我给你洗洗吧。没事，不用了。回家了？回家了，老板。那我开车送你。不用，我坐地铁就行，没多远。那我明天早上接你上班。也行，那我先走了，老板。